啊，咁啊嗱，成日講赡养费，赡养费系咪即系攞一世嘅咧？啊，其实咧就呢条问题系非常之好嘅，因为正话讲紧咧就系话，我一直都系讲啊，譬如有啲资产啦可以分嘅。咁所以，但有啲個案根本可能，佢哋未有任何嘅資產，各個原因啦。咁但係雙方都係打份工嘅，咁變咗咧就冇可能話我哋叫做一刀切啦，即係唔會一刀切啦，因為冇資產分佈話令到佢足夠喺合理可見嘅將來夠用嘅話。